吃掉。哎，没有，我们他比较缺氧，他比较瘦，这样就会有。张议员在2007年啊出版了第一本的美食一二三系列，在2007年到2013年哈，啊出版两本彰化美食。啊，你出版的时阵，当然之前也无人写过吼，啊造成轰动，啊万人空巷，大家在讨四界讨，啊无在讨，干我付出尔，啊阮拢免费销售，互我采访的每一间我拢送50本，广告厂商。半版的送100本，全版的送200本，所以我啦，今仔新书发表了，第一天就随销8000本出去，所以这就是带动营销啦。啊，当然，而且过程嘛有些拄着讲，他不愿意提供，因为惊讲册人因为吼，唔拄国税局就来啊。啊，佫是通，我人去也写到伊的秘密。到时来开分店，我卖六边，我袂来写，我连介绍都无写，因介绍是市，啊，不然按算写两本而完啊吼，写无去写，啊，拄啊拄着今年年初，啊，咱武汉疫情吼真严重，互一寡店头的头家吼，大家真正是哀悲叫苦啦吼，业绩滑落吼，毋是两三成，是对澳吼腰斩。啊，逐个生意做袂落去吼，啊来服务处找阮阿公参详，讲啊恁捌出过两本册啊吼，啊甲买，搁来出第三本，因为借着出第三本媒体报道有温度，啊册出来民众会去讨，大家造成风潮，啊了后每一间店头，咱拢会送伊两张海报，互伊甲海报入片吊伫门口，啊123间大家拢吊。啊！了后，因个店头了，咱来家推销。啊，包括今仔来电子媒体，咱个平面媒体、报纸、杂志，我嘛有转开咧吼。啊，啊，搁有电台，啊，照着安尼带动，啊，互彰化、点心茶，因能进度搁较悬，啊，带着互因好趁食，真正是趁大钱吼，大趁钱。啊，照着安尼，啊，所以讲，个店头真欢喜。阮个采访吼，大家拢真乐意提供因的讯息、甲制作的过程，吼，啊，阮来甲写。当然，几间啊拒绝伊是外部关的吼，咱嘛尊重啦。啊，我即个店头出卖2-3间提供吼，而且阮翁仔某亲身爱甲伊说一声，若无因提供是啊，我都出错。啊，但上重要就是讲，咱后边遐广告赞助厂商吼，这就是幕后英雄。若无因出钱出人吼，200几万毋知要为倒来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咱每出一本吼，咱印40000本，啊，拢免费销售。啊，除了这店家恁拢摕着以外，嘛会使遐广告厂商伊嘛拢有册，吼、哦、啊！我服务处嘛有册，来我遐你干呐甲签一个名，我册就互你啊。但是一人一本吼，你要是啊甲经收伊啊，啊当然咱啥写序的吼。我会送去公所，送去户主，恁一人50本啦，有哪无互恁兜去啦？啊，再顺便感谢今日媒体啊来甲阮报道吼，互咱一本册会当啊安尼，伊的知名度真高，就敢若院长吼，院长很霸气的，伊的序文，伊第一句安尼就安尼写，伊讲彰化找不到难吃的东西，吼、哦，你看伊霸，院长的高度吼，彰化无就歹食的。所以讲哦，可见彰化真正是好山好水，要食饱，要食卡，食少食免，伴手礼，咱啥物拢甲伊全面变，欢迎来彰化食好料的。我相信你是真好个物件吼，啊，这个采访的过程真正是足艰苦，因为我们采访的时阵常常被人家拒绝，啊，有时啊回来，我讲啊，这艰苦的来干嘛去采访？讲咱爱拼。为着要店家好趁食，买一寡爱钱的，搁来为着要搁募款，爱200万，咱就爱搁去找人募款。有人讲，安尼囝，咱选完囝尔，才搁叫人募款，安尼敢好？我嘛感觉讲足唔好个，但是
为着咱中华好，我着去两个继续拍拼。今仔日甲成果做出来，我足感动的。啊嘛，感谢咱的媒体，甲阮宣布，互咱中华美食搁较好，吼，啊，互咱中华搁较赚啊侪钱，互咱的乡亲、咱的店家赚拄侪钱。保安跟安全，大家再次祝大家岁多谢，感谢您。谢谢各位。来，化解哦。来，彰化美食，赞不？赞。